性同仁因公不幸殉职，感到非常的伤痛。我们也期待逝者能够安息，我们伤者的同仁能够早日康复，后续的丧葬、抚慰以及殡葬事宜，我们警察局都会全力来协助我们的同仁，让家属的伤痛能够减到最低。我们会全力给予抚慰。